今天终于把宠物烘干机给他们安排上了，再加上洗澡盆，总共花了4200。对于多猫家庭来说，真的不贵，毕竟一年花在宠物店洗澡的钱都不止这点。他们谁第一个出来，我们就选谁。这里啊，这个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别怪我。其实之前不愿意在家洗澡，就是因为吹毛太麻烦，而且总是打理不干净他们的眼睛，特别是妹妹，她是加菲，眼睛内很重，很难打理。我以前一直只知道给他清理，不知道还有口服产品，而现在就比之前好很多。因为最近我都有喂卫士的去类痕片，这个有预防眼睛发炎，减少泪腺分泌的作用。妹妹这种有泪痕的，坚持喂真的可以有效减少泪痕。别一听到卫士就说人家广告多，人家其实在国内这个领域做了很久了。如果不是亲测有用，我也不会分享给你们。你们看，我自己也囤了好多他们的东西。